不哭。衣服要收进来，晚上要把衣服收进来，不然会有露水。这阵子你都一直住这里啊？嗯。你变得好憔悴哦，一定不常煮饭吃。有吗？要不要喝点什么？喝茶好吗？不用了。哇，壁纸贴得真的很棒哎。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啊，我感冒了。又感冒了？一年四季都在感冒。嗯。吃过药了吗？嗯。你是不是有事？没有，我只是刚好路过这里，想到就过来看看。你最近好不好？很好啊，还不错。世君哥，我想在这里休息一下再回去，没有关系吧？啊，好啊。睡一下吧，要不要关灯？不用了。原来你刚才正在念书啊。那你继续念呢。我已经好久没有看到你的背影了。快转过去，我想看你的背影。小溪，你真的没什么事吧？没有。你的肩膀这样看起来好窄哦，我都不知道。你醒了？你怎么趴在那儿睡觉呢？
睡饱了吗？过来这里。没关系。快点，快点过来这边。小溪，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。没关系，你说说看。其实我来这里找你是有件事想要拜托你。你说啊。我怀孕了，史君哥，麻烦你去找明浩，跟他说好不好？你去跟他说。